歡迎大家嚟到由安省大專中文辯論聯盟主辦、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協辦香港杯辯論比賽。首先在介紹雙方辯論員之前，首先多謝五位今日做我哋評判的五位社會知名人士啦。咁會由我哋左手邊開始介紹，佢係盧子琪小姐，佢係安省醫療及長期護理廳醫療建築設計規格督導委員會委員。多倫多市內的星號隊